今天给大家出一期蛋仔派对兑换码的视频，先到先得，兑完为止。 OK， 话不多说，直接分享。第一个大家看仔细了，50个潮流纤维。第二个兑换码看看是什么，原来是一个金币。大家别急，后面还有呢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看有什么。我们一起玩吧。1000个瓶盖，看看下面那个会是什么呢？也是1000个瓶盖，虽然东西不多，但是有总比没有好，对吧？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兑换，数量不多。好了，拜拜，我要出去打篮球了。